食鬼埋位咯，把声咧已经麻麻地啦吓。咁咧就有人就话啦，公子妹而家火以前咧红磡火车站唔系。红磡火车站隔离，但系咧都唔系最早，最早喺喜来登酒店嗰个位吓，跟住又褪咗出去咧，就系呢个艺术嗰个咩太空馆附近，跟住咧又曾经去过湾仔海旁嘅，吓咁我哋呢啲吓睇得多香港掌故啊嘛，好似都60几年噶啦。好似系上年60年啊，系啊，定咩咁样啊吓？我以前去公展会最中意咧去食棉花糖啊嘛，棉花糖咧系撬出嚟嗰啲啊，吓倒啲糖沙落一嚼咁样整出嚟，有噶有机踩噶嘛，系啊系啊系啊，有个盘咁样，系啊咁样射嗰啲发嗰啲糖丝出嚟啊，系啊，咁啊阿祖利亚话，哎呀公展会变咗入货过年嘅展览，系系。买海味同埋送礼曲奇啊、杏仁饼啊咁等啊，今年咧熟食咧差咗好多啊，啲熟食啊，虽然往年都唔系好，熟食档好贵噶，嗰个摊位好贵，租嗰个好贵噶，年宵又系咁，中公展会又系咁，你使唔使公展会变咗一个大食会？都话系咯，啊就系、是、买嗰啲食物啊，成日就唔系。冇咩工業產品啦，冇辦法啦，香港係啊冇啦。啊，今朝我乜都冇。係啊，嗱，今朝咧做完新聞天地之後，我好開心啊。咩事啊？平安夜啊嘛。係啊，啊，零舍甜嘅。咁、啊、你今晚去邊度威啊？瞓覺。瞓覺。係啊。唔系今晚睇个仔去边度，我惊有事铺咧又冇车翻嚟啊！附近打个圈咯，佢唔肯嘅，唔肯啊！佢话佢游行嘅原本，今晚未必有、啊。佢话自动取消，但系取消啲人睬到傻啦吓、啊啊啊。好啦，阿班哥，你啊唔好走去游行啊，你走唔切啊！咁系啊，你系啊，我唔满意你老埋啊，年纪老埋，唔满意你楼下咧冇咗嗰啲物啊。咩？系系系啊，真系你以前楼下咧装饰得好靓噶，好多年都有啊，而家冇人做啊，可能个心态唔同啦。系啊，系嘛？唔开心啊。系啊，咁、啊、你去做应该。你乜嘢都唔得闲，点做啊？嘥气啦！对，得闲死都唔得闲病。我呢样真吓吓，得闲饮汤系嘛？系系啊，咩饮汤啊又吓？你唔好谂咁多啦，谂坏你个脑，烧坏咗个脑。好啦，嚟啦，交俾班哥啦。好啊，真咧嗱，呢你食过啦？狮头鱼啊，炸啊！炸未食过吓？哦，炸唔系蒸喎、啊，但系点解炸咧嘥咗佢？唔系喎，连骨都食埋个肉，咁犀利啊！另一种食法、啊、哦。喂，而家系季节，我喺街市见到好多狮头鱼、啊。有啲游水嘅狮头鱼，食过未啊？食过啊，系啊，好似吓刘威嘅，系啊，各位你哋喺香港食嘅，全部都瞓咗觉嘅，系吓、啊，我同阿班哥带我去咧食个优睡的，唔系嗰日咧就，可能我已经讲过就嗰个中山中港城海鲜酒楼嘅老板咧，系，佢而家好有构思啊，有咩构思啊？因为佢嗰度咧就好大嘅，有成30几亩，是是就有一嚿斩咗做茶庄，一嚿咧就做画廊，是是是一嚿咧就做酒庄咁样喎。哇，系啊，咁啊，成日邀请我去啊，咁巴之试茶，跟住试酒，是是是是一嚿咧就摆嗰啲咁嘅，好似啲古董咁样啦。佢话个场大得滞，空得滞。唔系啊，我觉得佢个场太大，系同埋散啊。有阵时咧，你冇咁多人咧，嗱，但系咁样我有阵时，我觉得人太多咧，厨房未必应付得切。系啦系啦，咁啊，佢有度好处咧，佢细佬啊做厨房嘅，就睇住个场。睇住，咁佢而家咧就点讲咧？即系嗰个转型咗啊，即系唔能够太过依赖嗰啲饮食啊。因为以前嗰度好犀利噶，原来。但你本身系做饮食噶嘛？嗰、那个场系啊，但冇办法，那个场太大。咁你咪做埋话剧，做埋演唱会咯？你去啊，你做啊，话剧你做。唔系演唱会，唔系搞演唱会嘅咩？
演唱会又唔够，又个场佢又冇话，即系一个好统一嘅大舞台可以坐几啊围嗰啲又冇啊，又做唔到啊，分散咗。嗯啊，咁啊佢，但系咧我同佢就唔系讲啲就系。嗯，佢成日话师傅，你得闲嚟饮下茶啦。因为好多人同中意同我倾偈，你点解咧？我都中意同你倾偈噶，真系噶。系啊，嗱，无啦啦，琴日同你去攞啲嘢，啊，人哋又约你食饭，我又掹车边有得食啦，唔好讲边个吓。系咪我咪有啲磁场咧？系啊，吓，我有啲负。我你唔同，你系桃花啊嘛，我冇噶。我都想有桃花，唔系嘛？原来有桃花并唔系代表系桃花运嘛，系代表识得朋友多啫嘛。咁我算唔算识得朋友多咧？你酷得滞，有桃花并唔系话一定异性噶，你唔好搞错啊！你问问阿蒋博士真噶唔系啊？但阿奥地利人觉得自己系，但奥地利人嗰啲冇办法，因为佢系。嗰啲系外国人性格啊嘛，系系系，单料啊，系系，佢今日擦鞋啊，做咩？佢擦咗四十几对冬天鞋，冬天鞋啫，点擦嚟？做擦嚟做咩？喂，佢去 party 啊嘛，佢 party 都唔系一晚换几对鞋噶，佢出嚟摸一下都好噶，真是啊，你真系出佢唔涨，有阵时佢买咁多鞋做咩啊？嗱，咪后市炖笃咯，唔系咧，有冇机会着啊，大佬？嗱，呢个系一个问题啦，吓啱嘛？系啊，有冇机会着先？我而家搵俾你睇啊！啊，嗱，真嘅你睇下，系话全部皮鞋多喎，系啊，好啦，咁佢我有边个多鞋啊？边个啊？马可斯夫人3000几对鞋，我去睇过喎，有冇咁嘅事先？马可斯落台系啊，我啱啱去菲律宾旅行，系啊，我专登去总统府开房嘛，我真系入去睇过喎，系嘛？整鬼佢都唔记得咗买过边对鞋啦，系啊，3000几对鞋，系啊，黐线嘅，咁多人男人老狗40几对鞋，真系啊，系你咁讲咋，我个人唔讲啊，吓，系咪欧洲啲鞋平啲咧？边平？佢唔会买平鞋，系咩？系咩？系啊。啊！佢又唔要旧鞋，咁啊，咁啊，着得落，佢咪着得落啊，得啦嘛？唔系，好挑剔，挑剔，系啊。嗱，我问你一个狮头鱼啦。啊，但系我觉得佢个油会唔会淋得滞咧？诶，可以咁讲。吓，嗱，我啲有见地，可以咁讲，但系唔错啊，炸得即系起码骨都脆。其实有阵时咧，我想救翻嗰啲咧，我就会问佢攞张纸或者咧印吸油纸印一印佢咧，系好啲嘅。但系你自己又会唔会买啲丝头鱼炸咧？我唔会，我蒸蒸，我点会炸嘥咗佢啊，大佬？点解咧？第一，我炸我成日都话啦，炸如果烹油咧，唔知点教。好啦，我交俾酒楼食肆咧，嗰啲油咧永远用咗好多次嘅。系系。嗱，点解用咗好多次咧？我唔中意咧，佢炸过其他嘢啊，嗰啲味渗咗落去啊。你冇办法噶，你冇办法啫。我喺日本食天妇罗，去过一间顶级啊，佢新油嚟嘅，炸完咧一个客人咧就换噶。你真系全对啊！天妇罗就系唔系啲唔好咁讲啊，我哋。听众当中阿 Jessica Lee 啊，佢日本王嚟噶，系啊，佢对日本嘢好精啊。天妇罗咧就唔系用一种油炸嘅，两种，起码系啊，仲有胡麻油，起码系啊，仲有暖油同埋咩油，系啊，好多种。我睇住佢啲锅，清来清去，清来清去，讲究噶，讲究啊，唔讲究唔好讲啦。系系，我本来想话跟嗰个嘢学嘅。佢话我日文唔好啊，咁我做噶嘛，我啲行我做过噶嘛，八字日本茶，唔系八字咪，我做过，我又冇冲大头鬼，你冲细头鬼，我做过啫，我冇话我系米芝莲星级厨啊嘛，日本菜系咪啊，我做过得唔得啊？即系我自有家贫啫，我输少到，我冇讲错先，冇日本。是不是如果讲究品种因为我真的去吃过是真的我自己觉得呢不要吃那些垃圾省埋呢要吃下人家最顶尖的。还有开日本天那个炸粉呢要落冰水的。啊这个不知道、因为你用水搅它的时候它会热的。所以要用冰水。
好似整鱼蛋咁样咯，讲究嘅，全部讲究，系吓，真嘅，几惨啊！跟佢啲徒弟咧，系负责搬嘢嘅咋，唔准落去炸噶。仲有佢落咯，落鱼仔同落一片叶落去炸咧，落嘅角度唔同噶。系啊，嗱，我有留意到，叻唔叻啊？系啊，嗰啲叶系嗰啲叫大叶，系就要炸到仲要黐住少少粉，仲要佢可以做到嗰块叶咧炸咧，仍然保持平嘅块叶。系啦，系啊，就系话主要咧嗰、那个落去嗰个油锅里边咧，嗰、个切面个角度。对啊，仲有几多度油温都讲究嘅。嗯，啊，即系炸，因为咧正常嘅师傅咧就会弹少少粉落去，弹少粉一弹去，咁啊知道试一试嗰、那个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即刻留翻起嘅，我见佢弹完之后要留翻起上去喎。啊，应该就大概系165度。咁啊，呢样嘢你都记得嘅，咁耐你初初入行学呢个日本嘢，学嗰时冇教我噶，咁疏我同你讲几多度噶，因为呢系讲实际系讲经验嘅，系。但系后屘即系人哋嗰啲再攞出嚟讲究嗰啲就话嗱几多度，全部要睇，即系呢系日本做一样嘢，就变咗个度字啦，系咪啊？茶度、花度系咪啊？系合气度、柔度就咁解啦。哦。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讲个道字啦。呢个道字就好，就系讲究喺佢有层次啊，系咪啊？不如我改个名叫梁道啊。梁道即系导演嘛，你唔好认屎认屁喎。我做过导演噶喎，边套啊？我开国大典啊，俾人骂到七彩啊！开国大典。是不是日本人是讲究先。对每一样东西。我是很欣赏他们呢、那种執着。是啊。是每个细节位呢都是很讲究。是啊。所以我那次呢引到那个茶道师呢、倒写个茶粉呢、我很内疚。那不是咯。那个主人家呢、面都黑晒。那你讲茶道就是说那些日本那种茶道呢是纯粹是学唐朝的。唐朝传过去的。连埋啲茶沫一起吃的。但如果唐朝传过去应该里面不穿底衫裤。什么东西他的袍里面。啲下一回讲浮世绘又讲啲了。浮世绘都吃的。浮世绘讲日本春宫画大师慢慢讲。又有。快啲讲翻你嘅，点解讲话又讲啲咧？不过我哋冇所谓噶，系梗系啦，我哋博大精深嘅节目嚟噶嘛。系你讲啫吓，我唔敢咁讲。通常你赞我，好少赞你。你好少赞我，系啊，我唯有自己赞自己。因为你系编辑系乜嘢识噶嘛？你以为啊？真系系啊，真系啱啊！要有啲仪品先得嘅。嗯OK, 继续。好，下一张相。嗱，呢个好嘢啦，金豪。系啊，真系呢个金豪。上次啊，我嗰个靓啲，我琴日嗰个，你琴嗰个咧争少少色，扫啲豉油落去煎咪。呢个煎仲啱啱好。争少少色，我就好中意咁样啦。即系话咧，其实我觉得金豪好好食，系，因为个味道咧系好悠长。我听日有食啦，我嚟黐一两嚿啊。唔系，我听日又约咗佢哋啦。啊，边个？我啲叫做志同道合嘅识饮识食嘅朋友。OK， 好。金豪真系好食啊！系真好食。我觉得即系好过嗱，生蚝有生蚝嘅食法，对。但系咧，以味嗱，生蚝又系霎眼个感觉嘅啫。系蚝豉咧，就真系咧出个味啫。但系金蚝咧，你食埋个质感。金蚝即系等于话，你嗰蚝就系风干咗之后，风干一两日嘅啫。系啦，就唔会即系唔会话失咗嗰种 juice。
但系又有蚝嘅味，系，但系要小心处理。听话咧，嗱，好容易有虫啦，开始就系喺嗰个收水嗰个阶段。但系天气好紧要啦，要抽风起咯。如果唔系咧，就买咗就唔好随便放，一定要摆雪柜咯，雪住佢咯。系，如果唔系唔掂。对对对，啊，唔好摆冰格，系，因为咧佢抽晒啲水出嚟，吓。继续继续，系，嗯。这个是沙井金蚝啊，应该是啊，这个是炒粒啊。嗱，咪住各位，好矜贵啊！点解好矜贵呢，佢用咁多松子仁啊，少一样嘢啫，榄仁。呀，真系权哥，我叫声你权哥，我哥就系咁讲啦。嗱，我哋呢啲跟阿班哥系识嘢咧。我嗰日真系咁讲，我话但系你炒粒粒，系啊，冇榄仁嘅，因为榄仁好贵啊。榄仁啊，几百蚊一，成两百蚊一两围噶。嗱，我嗰日同阿大师姐倾啊，咁啊，我话诶，大师姐你上年嗰啲月饼咧用咗榄仁，佢话哎呀好贵噶，几多钱一斤啊乜嘢，唔舍得用啊。但我就话，佢话榄仁因为香。咁佢话佢打破传统月饼嘅格局，都要落榄仁落去嗰啲莲蓉里边。哇，好嘢！我话当时我试咧，我唔知系佢嘅，因为我嗰阵时系啱啱出月饼嘛。咁啊，全部我唔知道，我真系盲试噶嘛。哇，咁特别，咁够胆嘅，因为咧纯莲蓉，即系莲蓉咧食落去滑啊嘛。你落咗啲榄仁落去咧，你唔系磨，佢故意切碎咗啲榄仁啫。咁又话咦嗱，阻碍个阻滑嘅口感，佢够胆咁样做，但系咧成个月饼香晒吓。咁啊，大师月饼咪真系香港做啦？系啊，真系香港做。佢真系佢话咧，力不到不为财。哦，佢成日去夹住嘅。哦，即系佢讲咗个做嘅方法啫，佢一定要夹住嗰啲师傅做嘅。佢话唔夹咧，人总有偷懒嘅时刻。吓，真系啊！佢夹住，并唔系代表佢日喺度啊！呢，佢话点解唔喺度啊？喺度啊！佢话个零月啫嘛，啊吓，做个零月系要夹住佢，话个名系我嘅嗱，呢样嘢咧系认真歧视啊吓啊！大师姐赞我写嘢写得好啊，系嘛？佢话佢睇我写嘢，唔系我呢样我都赞过你啊！啲人赞我话嗱，你能够写一篇一条草，你都写篇文章，唔容易嘅，唔容易噶，因为呢个化简单为复杂，一条草都写篇文章，啱先？我你食完满汉大把嘢写啦，系咪先啦？我就系唔写嗰啲满汉咯，即系譬如咁讲啊，系啊系啊，你食完满汉，你咪好丰富啲题材。咁你食条，你食只鱼蛋去写篇文章嗰度好嘛？有排写，天地万物有排你写。所以我写咗十八年都唔会揭。系啲人有话喂，你会唔会肝糖？我冇谂过呢个问题喎。系啊，会倪康讲噶，系会肝糖噶，原来。咩嘢都会肝糖，我未完全未有呢个感觉。唔系因为唔同，倪康唔同，倪康一日写几万字噶嘛，好似魔打手咁样写，写突然间话肝咗糖唔写咯。不，其实系啊，我都想唔写啊，班哥，我想退休啊。乜嘢？我想享受啊。唔系你冇即系冇想，你咪做咯。但我由朝做到晚，揾朝唔得晚啊嘛！你唔使上噶，你咪做咯，系嘛？要你上去屋企攞啲嘢先啦。你真系你个 quota 未用晒，有牌未用晒啦。人哋啲作家真系写几千万字嘅大佬。我而家已经写咗大概，我谂有四百万字。咁咪咧？你点同阿倪康都比啊？点同阿高阳都比啊？喂，倪康真系犀利噶吓！倪康起码写七八千万字啊，唔止啊，分分钟啊，系咪啊？你查梁勇写几多字啊？即系你个 quota 已经用咗三分一都未有，有埋够噶啦，有埋系啊，够噶啦。诶，你睇翻嗱，唔系嗱，我同你同一见解啊。你
搞咁多呢啲松子人啊乜嘢啊其他嗰啲，偏偏就冇揽人。我即场就抹就 ban 佢。喂，如果我同你喺度嘅时候咧，佢哋无地自容、啊。佢老细话：你唔好咁啦，好贵啊，嗰度揽人。嗱，你系佢冇买啊，直情冇买翻。你一系唔好整出嚟啊，冇买翻。系啊，系咪先？下次叫阿 Jessica 整一啲俾我哋。我做唔出噶，系你先做出。系。即系成日嗰啲榄人要炒过噶，佢可能用原米炒啊，唔使要浸炒，炒香佢得噶，就唔好炒窿喎，白镬炒，系啊，唔好炒，烘烘佢得噶，一烘佢有少少油出，嗰阵就好香。傻，咁你唔食咯？有食，点冇食啫？点？咁你唔系个强人所难噶，大佬，佢有腰果有成乜都有，系争咁啊点啫？你争一样嘢就争一样嘢啦，争咗最重要嗰样嘢，真噶？你佢系咪话五人啊？佢话炒粒粒啫，冇话几多样。真噶？以前五人咧，有啲人真系数数下，数足有冇五人出嚟？系啊系啊，五人系边五人啊？榄人系啊，松子人系啊，仲有咩啊？咩人啊？五人啊，五人，火腿五人月啊，火腿五人吓，嗰只算唔算啊？嗰只咩人啊？南瓜嗰只啊？南瓜子啊，算唔算啊？我唔知，我唔记得啦。唔算吓吓，唔系咩人啊，大佬？我都唔记得咗有五人系边五人喎？啊，早你啊，出开工啊，系好啦，嚟啊，下一张啦，这个豌豆苗啊，那些是那些什么苗啊？就直情有那些菜苗啊，他说那些是，但是像豆苗啊，是啊，即是那些叫做但是我挺喜欢吃的，无论是这个贵妃苗啊，豌豆苗啊，什么呢，是苗都好吃的，那就乱一点嘛，乱很多，乱很多，还有那个味是有点不同的，佢有少少草青味啊！讲真，系啦，但我就中意嗰啲草青味咯。啊，系啊，即系少少咧，涩涩地啊。佢呢啲好容易发啫，佢哋话用豆嚟发嘅，好易啊。唔使一个礼拜收成噶啦，唔使，好简单，几日。系咪真系床下底发嘅咧 ？Sorry， 系无土栽培啊，唔系床下底，得人惊。你系你讲啲废话。你屋企床底摆到嘢咩？讲嘢你真系，以前就床板嗰啲鞋，咁咪真系有。你瞓过啲床咩？我梗系瞓过啦。真系床板床啊，系啊，嗱又有所谓碌架床，又两层嘅都有个床下底，咁咪咯。系啊，而家边有啊？而家所有床下底都系柜桶。系啊，系啊，系啊，系咪先？系啊，系啊，冇啊，香港地方细。你个个都系咁样，有啲事情升起晒成个地板，下边系一啲地柜啊嘛。我仲有床下底，真系我而家瞓紧张床底。带我上去睇，因为我张系咩咧？龙床唔系系宣之，哇系影幕，哇系宣即系宣之个框咧，入边夹啲影幕啊，哇系。然后呢个罗汉床系民国嘅，我就系影俾你睇，冇讲大话。唔系。我上嚟探你。啊，仲有咧，即系佢呢张床咧，中间咪好似张席咁样嘅，你知嗰啲？系我知吓，但系我改咗佢，我就喂，你改咗个原装嘅唔系好？唔系，我上面加少少嘢落去，因为净系如果你净系瞓嗰张席咧，会堕咗落去。系呢啲系叫做，其实就系鸦片烟床嚟嘅。咦，咁人哋有个打横嘅一碌咁嘅嘢，然后你打侧个身嚟瞓，然后就呢一支长烟管咁样。我习惯咗瞓呢啲床。系系系。即系点讲啊？系文初嘅张床啊，文初。犀利喎！啊，我唔惊啊！以前边人瞓过我都唔惊，我瞓落舒服咪得咯。唔系，系啊，其实讲缘分嘅啫嘛。系啊，你瞓落舒服咪得，同埋咧，你系用瓦枕啊？我唔系，我系用竹炭枕。哇，系有红远红外线个竹炭枕。我唔知系系啊，几嗰个枕头系3000几蚊，好离谱啊！哇，系俾人呃咗你啊！系咪真系咧？诶，梗系啦。你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研究下佢个枕头。